世纪玻璃万能绿，应该是几千的那种，特别贵。每次就是它就不像那个做激光做的那么特别特别慢。人家说的，你这个没赚钱吧？不能保证。后来没有办法了，后期也不行，网上没事查。后来打过那个激光能力的时候，人家大夫吃点那个，吃了一个月，这个药吃完之后可以增加，然后说就能，但是我感觉应该是真没好吧。一个月。那是我们当地那个医院，那你不行，咱俩看那个。但是就是说的病还是减轻的效果，你没有看到特别不明显。哦，还算也，而且他那个感觉后期呢是就是长得快，可以前那个尿道那个光卡还不敢整，只能用那个光，后来就也就危机吧，也没挨过。北边那大概是那个尤其看不着了，那后来现在，结果呢是挺好，因为他已经。有一天检查了之后，我记得你当时来的时候的话，尿道长得还比较大，是吧？它长得就已经出来了。对，长得一个是吧？目前就是我们挺好的，挺光的东西，就是，然后呢，你个人，就个饮食这一块，如果再有其他是微信联系的。还是挺好，挺幸福，在家待了两年多，就是跟。那时候那别人都理解不到，就是人在那儿，病人这玩意儿，压力。然后治疗两年，关键是他没见好，好歹试试看，但是评论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也没敢说到这块就治。刚一瞅，感觉那么小一个，咱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，就是感觉上不是，也不是，那就得回我慢慢可能光能力。最后一站就是反正我就是两年多啊，我就感觉这光能力啊，什么外出，但是咱们这个。用药的时候就没了，就咱这东西你治完之后，就是暂时是没了，左右吧。啊，我是不建议说的，就是常用那些手段，咱们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当时人家那个，我是给你治了，不敢保证这个不服啊。能看到这个视频吧，我就建议还是来咱们这治，一不遭罪，第二好。你亲身经历发言权，就是治的心理压力特别特别大，无论从就是那个服务态度啊，还是咱们的医术啊，都给你了。